伫咧即场诶选举内底，三总候选人，我应该算上个认真诶啦。我靠中国，无靠中国，未用诶年代已经过去啊！属于台湾新时代引领带领啊！大家讲对不对？那国民党回来，伊什么款诶情形？无貌协定就来啊，敢毋是？国民党若回来，乌金就回来啊！我看到国民党的体质完全无改变，民进党当然执政的时候呐，犯真济错，所以如今得到教训，才搁起来。那民进党是这款态度啦，唔对就爱改嘛。但国民党唔是，国民党因的文化唔是安尼啦，唔是讲做了好的人，都有机会出头，嘛唔是讲做唔对犯法的人，就一定爱离开。国民党是你看。犯错的人有实力无啦？因有一句话嘛，选举无师傅，用钱买就好嘛。如果讲国民党赢了总统选举，甚至掌握国会啦，国民党若回来，乌金绝对回来。第三个更加严重的，国民党若回来，咱守护台湾的国防力量绝对受到冲击。谢谢大家，这多谢大家，这多谢大家。啊，咱掌声先给谢佩芬一个，未来新好立委谢佩芬。啊，哥，啊，这段时间陪我斗阵拍选前的朱龙泰主席。另外，咱所敬重的，啊，咱台湾的信用中心。大龙峰保安局，咱廖助理委员廖当署长，好，以及咱张茂兰，好，助理委员，啊，各位议员同志，啊，个竞选总部各级的干部，在座请听所敬来，咱各位父老乡亲士大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哇，这是我第一遍哦，参加哈尼这边的组织晚会。第一遍听到大家写歌、唱歌献给我，实在有够感情的。我甲大家说多谢，我甲大家说多谢。我那天我咧行入来的时阵，已经深深感受到大家热情啦。哦，大家不断哈，甲我加油哈，啊，甲我啊手的力量足大哈，手敢那还过听。然后，然后听到大家安尼唱这条深情的歌，哇，让我足感动，啊嘛感觉足光荣，啊，我袂让大家失望，我一定为台湾打拼，大家好啊，哥。今仔日真难得啦，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，咱等于提早伫只跨年啦，是不是？就真难得咯，咱大家提早伫只跨年啦，啊。咱是不是大家吼，有哪来共同打拼，来下一个心愿？咱伫咧正月十三选对的人，行对的路，啊，予台湾继续走入世界，看得更较好的未来，大家会当过更较好的日子。大家讲好阿无？大家讲好阿无？昨昏的辩论，大家应该有看嘛？大家应该有看嘛，我相信大家应该真清楚，都会当分辨出来。伫咧这场的选举内底，三总候选人，我应该算上个认真的啦，我应该算上个认真的。我台湾已经踅过六遍啊，全台湾踅过六遍啊，即摆要进入第七遍啊，有的所在甚至已经第八遍、第九遍啊。好，大家你讲，你敢真正有遐多细遐济遍？我嘛，我算互大家听啦吼。第一遍就是信赖台湾自由会，就考一遍过啊嘛吼。然后各县市的百工百业后援会，咱嘛先立一遍，啊，就搁加第二遍啦。第三遍吼，咱我成立总统竞选总部，国管局成立就第三遍啦。国立委竞选总部成立第四遍。对不？啊，有当时啊，国民会啊，伊个组织活动，我嘛搁去，行第五遍啦。第六遍，咱已经是全台湾
环岛拼字，对不？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。啊，哥，护理后援会那无算嘞，对不对？咱这今仔日真侪姊妹伫遮嘛吼，因为咱买这啊个无算，所以吼，那论斤讲起来，这场的选举吼，我走向点，走向啊，走向跨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啊，另外青年啊嘛是和美琴做上好准备吧。哦，因为阮将近二三十档啊，哦，这个经验上丰富嘛，啊，专业上个有够，啊，嘛有上好的历练嘛。我和美琴来当顺利过票当选，相比起来，就会当继续伫蔡总统所建立的基础上，予台湾稳健向前行。大家讲对不对？啊，第三呢，我和美琴嘛是唯一有提出完整国情蓝图的候选人，敢是？咱提出国家希望纲领，咱有心要打造民主和平的台湾，要打造创新繁荣的台湾，啊，要打造公益永续的台湾啊，就是希望讲咱会当保卫国家的生存空间。来保护2350万人民宝贵性命，咱嘛希望会当照顾咱全台湾所有民众手头的饭碗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大家讲对不对？咱安尼一步一步行到现在啦，最后一里路剩十几天，拜托大家好唔好？全力冲刺！专业倒卡修结合吗？啊，有信心啊无？有信心啊无？咱一定爱赢嘞，咱一定爱赢哦！拜托大家，咱一定爱赢哦！而且爱用相关的选票来赢好啊无？因为咱也无赢，咱过去啊，所认真拍拼的这都白费，然后咱台湾行回头路。都无采咱过去哩拍拼，你看，这几年来，蔡总统领导之下，咱外交上咱行踏实外交，国防咱行自主啊，国防自主，展现咱民主、自由、人权的价值，啊嘛向国际社会宣示，咱有决心要守护台湾。所以，即款国际社会真肯定台湾，嘛真期待，嘛真支持台湾。大家讲对唔对？伫经济上，伫经济上，咱选择经济升级、能源转型。另外，即款全世界，大家拢希望和台湾加强经贸关系咧。咱伫新的全球的供应链上扮演着真重要的角色。所以，美国和咱签。21世纪贸易倡议，英国和咱签订加强双方经贸关系协定，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嘛参咱哩讨论嘞，已经要开始进行签约啊嘞。啊，这是拢过去拢唔捌嘞嘛，敢毋是？过去拢唔捌嘞啊，所以伫经济上，咱嘛行正确的道路。啊，其实我嘛唔免讲得济，你干那看股市就大家都知啊。对不对？看股市，大家就知啊嘛。今天咱来讲经济路线，行了唔对，股市袂安尼一坎一坎直直爬吧。马总统交予蔡总统的时阵，股市才8000几点，起码已经17000-18000点嘛。都是因为咱行对的路嘛，敢不是？香港1999年被贬。和中国收回，啊，结果按30000几点一路直直跋到这栋金村16000几点，这就是讲咱经济上行入世界，香港行入中国差别就伫遮，咱行入世界愈行愈宽，前途愈行愈光明啊！香港行入中国，所入中国。都愈行愈下啊，情形就是安尼啊，大家讲对唔对？另外一点，咱嘛选择政府爱负担较大的责任，
照顾的照顾人民的责任啦。过去政府无咧做零到六岁国家一起养，大家讲是啊是，无咧做这啦，哦。啊，蔡总统的长照2.0做了好啊歹，做了就好嘛。就是讲，咱即摆选择一个政府负担照顾人民的责任，毋是像过去国民党时代，甲照顾等予个人，等予家庭家己负担嘛。啊，所以咱背后的意思就是讲，经济好，咱甲经济果实分享予所有的人，大家讲是啊是？这是咱行的路嘛，所以大家想看卖哦，大家想看卖。现主是咱的台湾，咱已经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安尼，文明自信的时代啦，国家尊严的时代啦，而且咱嘛已经走出经济上依赖中国，政治上无要阁受中国威胁的年代，大家讲对吧？大家讲对吧？这足不容易的呢，这足不容易的啊！哦，足不容易的。你看过去，我细汉的时阵，你读册的时阵哦，差不多讲到中国，拢是要被反攻大陆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咱写作文嘛是，明明就去远足，啊，到尾文章的。因为结论你就讲啊，想到水深火热的大陆同胞，对不对？大家作文拢是不是安尼写？跟我拢同款嘛。你无写呢，你的作文都被关分你，对不？作文拿不到高分啊。所以你看小学的时候作文开始啦，啊，你看读这个要考高中、要考大学、要考公务人员，拢你考啥？靠三民主义，靠国父思想，对不？要反攻大陆。你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代，不是你讲反攻大陆呢，你是甲咱讲无中国袂用你呢，对不对？我差得济啦。啊，咱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啊。啊，过去国民党执政，我靠中国，无靠中国袂用的年代已经过去啊。属于台湾新时代引领带领啊，大家讲对不对？所以咱来继续行落去，有信心吗？继续行落去好啊吗？这才是应该咱来选择的路啦。另外，搁咱退一万步来讲，那国民党倒来，伊什么款的情形？对不？国民党倒来，胡茂协定就来啊，敢不是？胡茂协定啊，十年前。予咱太阳花学运遮个学生囡仔甲冻掉个嘛，对无？啊，即摆两个候选人拢讲要推动服务贸易协定啊。啊，服务贸易协定啊，签袂到底，因台会当来台湾个百工百业、各行各业拢会受影响啊。特别是侯友宜市长，哇，伊阁讲伊要开放欢迎大量个。中国的少年学生来到台湾就业的，我想，哎，伊到底有了解无？中国这阵啊，学生囡仔失业如何？关于到底有了解无？你看四十几啊，你看，咱江家高丽姐，我大家拢不清楚。会砍你，台湾会砍你未？未砍你啦，你哪会砍你？台湾这，台湾都无偌大嘛，哦，无偌大，无多容纳中国的失业的人来遮啦。哦，伊若开放服贸啊，必然会冲击咱少年的这个市场，会影响到各行各业，卖影响社会安定，大家讲是毋是？另外，中国民党若倒来，乌金就倒来啊，是毋是？我讲了有对无？乌金就倒来，你看哦，国民党2000年落台啊，政党轮替到这当今。国民党嘅乌金体制敢有改变？有改变啦！哦，我伫辩论顶馆，也是政见发表会，我拢公开讲个啊。我从前有那边二三十年啊，按在野到执政，执政，佫落来在野，再佫转来执政。哦，我看到国民党嘅体制完全无改变。民进党当年执政嘅时候，若犯奸济错，所以落任
得到教训，才阁起来。咱民进党是这款态度啦，唔对就爱改嘛。民进党是属于台湾人民的，民进党的中正同志有责任爱向台湾人民负责。所以有唔对就爱改啊，做唔对的人就离开啊。这是这款的标准，但国民党唔是。国民党因的文化唔是安尼啦，唔是讲做了好的人，都有机会出头。嘛唔是讲做唔对犯法的人，都一定爱离开。国民党是你看，犯错的人有实力无？那有实力，就继续搁扛。所以你看，新竹的楼价，大家拢知嘛，是不是？哦，新店的楼价，哦，新店的楼价。你看彰化的价格，是不是？台中的眼价，云林的涨价，还有花莲的报价，是不是？拢这款的情形。啊，你看伊每一遍的选举，过去，因有一句话嘛，选举无师傅，用钱灭火嘛。现主席司法单位啊，破决选在案的。多数嘛是拢国民党，所以如果讲国国民党赢了总统选举，甚至掌握国会啦，国民党若倒来，乌金绝对倒来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大家讲对不对？无同济都你输赢，哪个真正同济大输的？哦，一定大输落嘛，敢毋是？哦，因在野的时阵，地方的乌金的势力。都同款的加棍啊！那中央的执政会更加惨嘛？是不是安尼？第三更加严重的，国民党若倒来，咱守护台湾的国防力量绝对受到冲击的。你看军事采购，我现时谈总统台，阮伫国会上深的感受啊！你看阿扁也上任，好不容易的，得到小布希总统的同意，卖咱武器。我甲大家报告简单啦，我迄一个清单啦吼，我做干事长，所以我爱了解。迄个时阵我是干事长，我讲三项啦，要四架既得级的驱逐舰，八架潜水艇啦，12架 P-3C 反潜直升机啦，啊，其他搁一张清单咧就对啦，我讲这三项较重要。你看国民党主导国会，迄个时阵，伫听书委员会动69次呢，动69遍。所以，我要甲大家报告，那国民党这边阁班书回调啦，啊那安尼咱军事采购，我看免讲啊，咱国防自主嘛免讲啊，蔡总统讲要建造八架呛水舰嘛，即摆第一架做一半嘛。卖讲其他七只，我看第一只要做骨头，有哪真困难？大家讲对唔对？大家讲对唔对？因为因国民党在野的时阵，因就拢公开讲啊，执政的时阵，因嘛是同款的主张的。就是讲吼，啊，咱国防愈强，就等于对中国挑衅愈大啦。会引来中国对咱更加大的打击，因的理念是安尼。啊，咱唔是咧，咱的想法是讲，咱袂使无力量啊，对无？咱力量愈悬，啊，佮含民主阵营徛做伙，共同发挥，哦，这个效果，互伊唔敢轻举妄动，安尼台湾才会安全。来讲对不对？哦，你看现主席是咱国会过半哦，南投的马文君立委，你看嘛安尼甲咱背干咧，佮涉嫌。甲军事机密泄露予第三国。如果因执政的话，如果国会因主导的话，这民工大概回到过去的情形。我要甲大家报告吼，大家应该拢有注意到啦。蔡总统执政这几年来，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台湾有支持无？有支持无？你甲咱看吼，美国国会每一年通过国防授权法案，由总统签署啊，这个法令吼法律对台湾非常支持。
拢共已经十几遍对台，啊，这个军购啊，暗台湾已经十几次啊，十几遍啊啦，甲武器卖予台湾。其中一项我唔知大家要记未？美国国会啊通过啊国防授权法案嘛，经过拜登总统的签署，要伫2027年之前啊，要予台湾偌济钱，大家知无？100亿美金呢？100亿美金，美国呢？要予台湾100亿美金呢？要创啥？无论是对美国进行军事采购，还是咱家己国防自主买当用啦，还是美国和台湾军事的合作训练买当用，安尼对台湾有支持无？我甲大家报告，如果啦，国民党回来，美国国会对台湾的看法一定改变。伊认为讲，亲中的政权是毋是值得因继续信任？这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。好，所以我伫遮要甲大家报告，咱一定爱赢，非赢不可。为了台湾的未来，咱的使命就敢那一条路通行，就是一定爱赢这条选举啦。台湾对吧？对。但是我要甲大家报告吼，总统、副总统，咱一定爱赢，啊，咱国会啊，嘛一定爱赢，吼，一定爱赢。特别是中山北上山谢佩芬这些，咱一定爱甲赢啦。因为国会吼，咱若过半，咱国家够有力量，哦，推动各项政策。啊，若无吼，会真惨。就是我头先甲大家报告安尼，啊，那台北市吼，谢佩芬执行啦赢，咱会当放炮啊，咱会当放炮啊，不只是总统、副总统赢啦，国会嘛过半，大家讲对唔对？所以咱这个选区的这个选票 CP 值相关的，大家拢是章鱼哥嘞吼，对唔对？大家都出来投票，哇！票开出来，谢佩芬当选，哇！国会一定会过半，是不是？国家一定有力量的啦，咱都唔惊中国安怎甲咱威胁嘛，对不对？啊嘛唔惊在野党安怎甲咱创治、甲咱霸凌啦，大家讲是不是？好，拜托大家，拜托大家。另外，谢佩芬算真好处啦，吼，真好处。伊有那我台湾大学的学妹啦。我那哈佛大学的学妹啊，真不简单啦，吼，真不简单。伊是台湾吼，我咧从这趟你遐久，我也阁毋捌看过像谢佩芬。伊曾经去过联合国做过外交的这个工作啦，吼，伫咱的邦交国派驻伫联合国做秘书，从事外交的工作，这款的经验非常难得，所以我期待啦，期待。咱栽培一个外交的好人才，吼！即摆萧美琴都来做副总统啊嘛，吼！少年辈咱嘛爱栽培一个来接棒嘛，有你啊无？啊，谢佩芬就是第二个萧美琴啦，好啊好，好啊好，好啊好，家你定要动算吼！啊，另外咱政党票吼，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民主进步党，好啊好，好啊好。我头有甲大家报告，我讲民进党是属于台湾人民的政党，民进党对台湾人民有责任。我做党主席，当我咧决定要提名区域的和不分区立委的时阵，我深深思考，啊嘛深深反省。面对着这重要的选举，单纯靠民进党是唔是有这个力量来完成这个目标？我真谦卑认为啦，无法度。咱爱甲找找找社会好的人才，共同来承担台湾的一个阶段的责任。所以我推出了民主大联盟，跨党派、跨世代、跨领域的好人才，咱拢甲找入来。大家讲对唔对？啊，咱不分区嘛是安尼哦。咱部分分名单不是像国民党，不是第五势力，啊，无就是正二代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咱民进党部分区第一名，什么人大家有注意到无？
林月琴哈，净捐基金会的执行长林月琴。净捐基金会，咱大家知影，长期咧推动台湾的交通安全嘛，儿少权益啊，甲社会福利。咱邀请林月琴女士来担任不分区第一名，未来就是要照重伊交通的专业，第二法院啦吼，照重伊交通的专业，来协助政府做好交通安全的工作。咱来拼命啦！在一年度上斑马线上，阁发生无辜的人因为交通意外失去宝贵的性命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咱来采取行动啊！当咱台湾民主是世界模范生，经济是世界优等生，咱袂使做行人地狱啦，是不是？咱一定要改善啦！咱有一个决定。2030年，咱死亡的人数，人行道上、斑马线上死亡的人数，咱减少40%，好啊吗？咱设定一个目标了，不是吹花花的尔。有人讲，这真困难咯，确实无简单啦。但真侪人看到这问题困难，我看到政府的责任，也看到人民的期待，所以来支持。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，好啊，好。啊，第二名男性第一名，什么人大家知不知？沈博阳老师啦，吼。台湾面临中国威胁，不是干那武力，嘛不是干那利益的诱拐，更加严重的就是假讯息认知作战。这假讯息跟认知作战，我咧甲观察起来，这個、影响到民心士气。会分化台湾社会，阁会造成人民对政府、对国家无信任，年久为深啊！外来力量都机会啊！大家讲对唔对？所以咱来邀请少年辈、上有经验、上专业的沈博阳老师来做咱的不分区，协助政府做好对抗假消息、对抗认知作战的工作。大家有赞成啊？让台湾更加安全，有赞成啊无？让社会更加安定，大家有赞成啊无？咱应该安尼做。咱政治组第一名什么人？大家有注意到无？尤锡坤掌声鼓励者。尤锡坤吼，真使人敬佩。安怎讲呢？伊是1986年9月18日宜山冲动，迄个会议的主席啦。迄天去冲动的人啊，心内拢有准备，要防命，要防关，甚至有可能失去宝贵性命。所以迄天去冲动的人有勇敢无？足勇敢的，戒严时代呢，有的人讲政治都唔敢讲啊呢。你看，因这阵人安尼去宜山饭店，会咱掌声甲鼓励甲说你，有的人已经过身啊，有的人已经过身。另外，尤锡坤议长是含陈定南馆长伫宜兰打造绿色之城、品质保证这个招牌，大家讲对唔对？少年的一辈吼，少年的政治工作者，其实对过去历史唔是介了解，唔是介了解，特别是台湾社会真侪少年的，嘛无一定清楚。台湾按专制独裁黑暗的时阵，行到现主持民主自由开放的年代，是偌济人做过过什么款的牺牲啊？所以这个时阵，咱提名尤锡坤议长来做不分区，大家有赞成啊？有赞成啊？无？咱应该安尼做，哦，咱应该安尼做。另外，咱这边王义川这人才好阿歹？好阿歹？赞吼！大家想要抢救吼，你看吼，像王义川这款的人才，可能会当排到14名嘞。你看，安尼穿得有大公无私无？咱先邀请好的人才，敢不是安尼？对不？哦，所以我伫遮要甲大家恳求，正月13咱一定爱出来登票，好，而且爱按这个时阵开始，爱大大抢票。催票、购票、13出来投票，总统赖清德、萧美琴，第2号1票，区域的立委3号谢佩芬1票，
政党票六号，民主进步党一票。大家讲好啊，好，好啊，好，好，多谢大家，拜托大家，多谢。